哎，上仙呐，上仙！哎呀，老龙啊，这金箍棒和这身铁棒，俺老孙统统收下了。哎，上仙，上仙呐！哎，这定海神针铁，你万万不可带走啊，上仙！老龙王莫要小气。哎呀，哦，这龙宫还有什么宝物？ 让老孙开开眼。哎呀，上仙呐，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，将这神铁给老夫留下。啊，切！哎，上仙，上仙呐！哎呀，上仙！哎，老邻居就爱说笑话。哎，上仙。哎，哦。 老龙啊，这又是什么宝物啊？哎，上仙，此乃我镇宫之宝。哦，有何妙用？上仙可愿与我打赌啊？哦，你且讲来。好。 上仙若是能够拿得动这国金一号，我便将这神铁送你，而且这宫中的所有宝物你随意取走。若是上仙拿不动这国金一号。 上仙就需要将这神铁给老夫留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。老龙啊，这区区的国金一号，怎么比俺老孙的如意金箍棒还要重啊？哎呀，上仙有所不知，虽说这定海神针铁它有13500斤，而我的太平国金一号年金保险生存金它是顶格金，而且我还搭配了最新的中心账户复利增值。 在我这宫中今年累月积累的财富何止万亿，任凭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也动弹不得。哎呀，上仙呐，你一定要说话算数，愿赌服输啊！哎呀！